首相班博，人物点评，全场撒狗血。您已进入李小厨捉妖网通关，活到最后，否则宿主将有。那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妖吗？妖无处不在，与我们共存。而是神妖便是第一层，特殊的智能方法可发人性。你叫什么名？天下卓然老师，敢犯为妻。那我九天之怒九九就是你的大哥。学会了术语。要是隐士花，得花多少钱？这系统触犯了万字之规。这宿主，这本破书的世界观，女主牧羊和男二陆山走一样，浪迹天涯，行走一样。背靠大树好，以后凌云妹妹就是我们的同路人。本人我们赚的捉妖天堂，怎么能没有怀疑的人呢？紫霞，陆家一行人到京城这地方，我们优胜在此。就是欺人太过分了。那个，哎，你的伤，松手，你个。到底是他什么剑我们都会打，我们大家一定要更重要相信的